么变态的关卡呀，气死我了。你看看你看看，这是人能玩的吗？这关叫韩冰出了一个正确用法，这些喊的观众肯定记得，以前一和二我是玩过的，知道这作者变态，但是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。这关想过必须得看命，为啥这么说呢？这么多罐子里只有两个处理，其他的都是非常变态的僵尸。这会跳的小鬼头是机器牛。666，那我就不急着砸开这些罐子了，咱们一只一只僵尸慢慢来，摸死他们。啊，哪来的鸡啊？我不能接受了。No God！整个罐子卡住了，我应该把这三个砸掉了的。这么好的机会我居然没有把握住，对不起，我是一头猪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给小蛙三连哦。